还爽吗？就丢把草包丢倒哦。旁边来还有，来继续丢，把它丢倒。我帮你拿，来，丢草包。再来，再拿。你排队一下，另外一摊，那个帮我服务一下，第一位先生要丢草包。对，再把它打倒。丢倒。大家就把瓶子丢倒，把你手中的草包丢出去。好，开心吗？开心一下吗？因为然后，这个人叫做台国，再帮我复原一下。等我一下。把你手中的草包丢出去。草包对，你丢草包，那也太近了吧？不会啦。有，再来，把它全部丢倒。好。来，大家一起来丢草包，把你手中的草包丢出去。好啦，好，很厉害，你要把它丢倒没关系，把它丢倒。来哦。一个神来，再丢倒了，继续丢没关系，再接再厉。好球！耶，恭喜！那我们谢谢。不会。谢谢。发泄一下，小礼物。我们这边可以丢草包，把你手中的草包通通丢掉。丢草包，大家一起来丢草包。请问，要丢吗？很爽，再继续丢好不好？我希望他下台。大概可以，随便你开笑，开笑，对，反正你就把手放丢出去了。再往那一点啊，那你去帮我检查。再往那一点啊。